2021香港小姐竞选今日在电视城进行第二轮面试，从首轮面试中脱颖而出的参选者，朝早到康城站登上专车，大热的长腿 Chloe、 关礼杰的女女关风卿、黄滑滑都有现身。貌似不敢言的黄滑滑因为不懂广东话，传媒访问都要以普通话发问，而关风卿独自到步和几位参选者拍合照，但未除口罩不欲多说，只是表示平常心参选。23岁现职模特儿的 Chloe 显得有自信了，自认身高有优势，而超过30,000人 follow 的 KOL Effect Chan 陈星宇，除了被人说似吴千语、天王嫂方媛之外，还有人说他似黄敏仪，他就说看大家觉得啦。问到话会不会自认靓女，他都好谦咁话唔敢当。至于 Carina Lam 参选首轮面试之后被封为翻版杨彩妮，被网民视为大热的他都表示好开心。而着红裙的 Fiona 表现得好有自信，不过好似同陈柏宇太太傅晓薇撞样。而麦吹行的24岁从事金融业的爱女 Victoria 进入港姐第二轮面试，得到父母亲送，一家三口到场表团结。麦翠娴的老公龚如话做司机载妻女到集合地添，麦翠娴负责陪阿女落车同埋受访，又只想等阿女见识下。而 Victoria 都好直接咁讲，作为星二代都会有少少压力㗎。